像我没带录像的似的。哎，你怎么还背个水瓶呢？哦，为什么我背个水瓶？傻乎的，你看这个人全身都是橘的，橘色的水瓶，橘色的眼镜，橘色的衣服。头顶露出来一点点，风啊继续吹呀，雪有多深？我们来看一看，看，大概是这么深。现在就在这条小道上面踏雪而行。记得我们俩在这儿这么拍过照。那再拍一个。哎。哎。哈，好一个。完全没有。出来了个头，那个顶上就是雪山顶，14000多尺。这个雪被吹得好好玩啊，看，像冲浪的浪一样，挺好看的。故意了，你自己拍一下自己。来，给我录一下我这个脚有多深，一下陷到雪里去了。哎，一下就跪了，膝盖深的雪。走吧。
因为现在出来了，从这个角度就可以几乎看到全貌。10月29号，哇，你干嘛要怼我呀？大宝剑，哇，这大宝剑，生吞。原路返回，据说路铺那边特别深，很油。滑下来了。我的天！哎呦，我裤子都湿了。哎呦，不行了，这裤子湿了。看我后面。走这个的技巧就是要慢慢走，千万不要走快了。远处见到一只大虫子，